在心里。我觉得他楚文琪是注定是歌台这一行吧，谢谢，因为歌台太适合他，简直歌台是他的第二个家。来掌声一下罗文琪。想不到一百个人哦，我想说爱表这样压了，爱表这样压，因为真的很开心了，因为一间中年会有能连续做十二年，真的不简单，在这边已经做了十二年，对，非常的不简单，真的非常的谢谢六幺八大家发中年会，谢谢千禧歌台，从我出道啊。好了，千禧歌台，我一出道的时候，出来二十年前，我就唱他的歌台，唱到今天，哇，唱到今天，以前啊，千，啊，那你不要跟他讲话，一听他讲话就这样喝醉了，你们这个，一个老台主，千禧在新加坡最少超过四十年，对，阿龙啊，有头发做到没有头发？来，舞蹈魔，最高浪头魔，来带来这首《爱拼才会赢》。Time
数二十二啦，剩七天哦，七天，七天，可以喊流量吗？不，阿贵搞了，阿贵啊，都有啊。是可比是海上的风，会使去日月的塞纳。好，嘿嘿，好，嘿嘿，啊，唱出来才有气感。走过的时候麻烦赶快搞一票一下吼，加倍啊，一只两只不要紧哦，感谢感谢。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，六幺八大家发中年会在庆战中年，总经理并千禧娱乐制作为你呈现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啦。非常谢谢我们的罗文琪，谢谢全场四亿王雷，谢谢我们的神风大乐队。星光舞台灯光音响，我们大家发大财，我们大发财，我们明年见。如果明年再度来，十三年壮。